时候所有的人，包括我，我不是只有人的细胞，我身上其实有很多的生物的细胞跟我住在一起。听到这样子，你们会不会很？微量离心管，它就可以放在这个孔，它就可以，它的大小刚好可以放进这个里面。那这个的话是给你。微生物，那为什么我不要？就是为什么我们全球还会剩下那么多塑胶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
有一个味道我不太喜欢，被淘汰，有点恶心。听到抽象球球会有点大大的，然后梅里来的醋就是比较甜一点点。樱桃的香。我们的吞噬细胞来，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管就会扩张，然后这时候就会造成红汗。你们可以看到啊，有些它很明显就是出现了单一菌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如果把盖子盖起来的话，我们就会阻挡大部分的病毒，对不对？就会造成细菌还可以继续生长。病毒的全貌，不然病毒实在太小太小，我们用一般。
具有传染性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去施打疫苗，避免它传染给其他人嘛。那就是施打疫苗、戴口罩，然后避免人多的地方，然后有类似症状的话就要及早就。没有问题。第七回合的题目是：哪些是微生物在生活中的应用？那开始，分解塑胶，生物富裕。哎，善插的 out， 不用。不要动笔哦！